哪里？刚刚。大哥，哥吧，你看那个离那个远一点，离树远一点啊。哎，这个。这个三毛橘对不对？哟、哦，啊，老挝、哦。照这个地方，你近看点上，哎，头上，哎，对对，这样有阳光的。下来我就比较不会那么滑了，你看它，不然泥巴的可能踩过了。
十分钟，二十分。要。雪的，它、啊、有落，有那个掉下来的，有阳光的，有雾的，都看到。哦，鞋子的树林。哦，哎呦，当然这个，你的蜘蛛网变这样。感觉早上还有这么多吗？那比我们早上来的时候还多哈，现在又在结了，那一个温度降下来，又在结雾状，早上来还没有这么多，啊，对，哎，最好看的都看到了，今天下来还可以看这么多。
上面，你再截的话，上面就我们早上还有阳光，看起来就很漂亮。那现在就蒙，蒙蒙的。那个雾，那个雾上那些上面的话，蓝天就看不到哦。